台中市董事企业考生现实会计组庙，庙都好由三初级上头比佛，本人等留作一般的功夫。庙方特别系统文物加装嘅玻璃外墙，我哋以防文物风化受损。也一部嘅地方同好教共同嚟合作，系用三 D 扫描嘅方式来保存比佛。按你将来古文物就做得有行卡多面向嘅应用，甚至每套演艺秋做好嚟准备。那我们就只要看他有没有就确实的被记录下来的。成功口袋检验公司彭天伟用 3D 扫描器来扫描考性显示描度改放眼鼻纹。太阳光照到的时候是做我们的，紫外线照会影响的，有时候会影响红外线，所以它那个扫描效果就很不好。考性显示描 3D 鼻纹已经有放眼的是，头摆几名是拿来转做黑需要改来用。掠个啊，那致命诬告，将个埋尸诬告掠，啊，本了的白相那伊嘛个，想要桥呢哈，做桥探桥用啊，感觉顺得安尼做一天，啊，拿去保留起来，做一个文物呢，研究来保留。3D 扫描笔纹、古文物，主要是数位化，还是3D 印出来做教材？东西太茂部的太阴宫的文物，哈，伫个普高印，按按捏啊，感觉捏到东西 3D 扫描以后啊，无像捏一比一的对照啦，哈，替盖落是做教学，好让学生提供哦，以前普高印你选印呢，哈，因为捏到文物，因为个重点来讲，其实用手头做的可能会更快拍。扫描了后个客家古文物，是得数位监动，为未来个演艺处准备题材。3D 扫描了做东西，做嘛改？你要讲元宇宙，元宇宙哈，其实客家文化咩，青葱要准备好。以后做了本后生人做创作，做研究咩哈？彭天伟先生讲，你下 3D 扫描还系有真多技术啊，克服保存推广文物，还有珍藏个路个行。客家新闻蔡志聪。台中报道。